大家好啊！我们这节课呢，继续看赵九峰老师的地理五卷啊，地理五卷。我们今年呢，很快我们就会把这个地理五卷啊，以及这个罗盘详解啊，大约估计呢，在10月底啊，10月份的月底啊，就可以讲完。那么10月份的月底讲完以后啊，我们紧接着呢，就讲这个子平八字。啊，也就是元亥子平啊，讲一个子平八字啊。那么接着呢，我们会讲一个三元风水啊，三元风水啊。我们把这个三合呢讲了以后啊，我们会讲另外一个派别啊，三元啊。那么八字命理呢，我们2018年讲了以后啊，这就没有讲啊。因此呢，我们在10月底啊，把这两本书讲完以后呢，从11月份开始啊，我们就接着讲。子平八字啊，或者呢，要接着这个三元风水啊，这两门课程呢同时进行啊。那么这节课呢，我们继续看啊，赵九峰老师的啊地理五卷。那么在上节课呢，我们讲，凡是这个形容啊，这个形容啊，到这个三淮沙会啊，两水交合之处。啊，用罗盘的外盘，也就是天盘的分针啊，去测定水口啊，水从什么地方出？也就是说，水从这24山的啊哪一个山出啊，或者从某一个山出，或者从2个山啊去放水。那么根据右水到左啊，如果是右水到左啊，第一个我们说是。右水到左，那么右水到左处乙辛丁癸啊，出乙辛丁啊，乙辛丁癸。那么乙辛丁癸呢，实际就是四木库啊，双三五行，我们把它写上啊。乙是乙辰啊，那么辛是辛戌，对吧？丁是丁未。啊，同宫，那么丑呢？癸呢是癸丑啊，癸丑同宫。那么乙辰呢叫申子辰三合水局，是吧？那么辛戌呢是寅午戌三合火局啊。那么丁未呢就是亥卯未三合木局啊。同理，癸丑啊就是巳酉丑三合金局啊，巳酉丑三合金局。那我们说了，右水到左，出乙辰，啊，辛戌，啊，丁未，癸丑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赵九峰老师讲啊，你要呢去看这个堂局啊，审其堂局的局势啊，也就是呢，审其堂局的呢这个形啊，那么看它符不符合啊？比如说呢，我们这些煞啊，各种煞。啊，有没有为我所用？啊，那么如果这个堂局的局势审核呢没有问题啊，那我们就可以立正身像啊。那么第一个呢叫正身像啊，那么正身像呢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水出乙啊，或者出辛、丁、癸啊，那么如果是水出乙。那就是水局啊，申子辰三合水局，我们就立空生二象啊，空生啊，这叫正四象啊。那么如果水出星啊，那就是寅午戌三合火局，我们立艮寅二象，立艮寅。如果水出丁啊，那就是亥卯未三合木局。立前亥二象啊，立前亥象，前亥啊。那么如果是水柱癸啊，那就是巳酉丑三合金局，立巽巳二象啊，立呢巽巳啊，巽巳二象。那么这个呢是三合四大局的长生位啊，叫正生相啊，正生相啊。
那么水呢要从低洼连管啊，或者是灌溉方呢来水啊，用水倒足过塘以后，从木库方出去啊，一定呢要过塘水啊，要过塘啊，从然后呢水出木库，也就是说呢水口啊就在乙辛丁癸啊，那么乙癸乙，辛癸辛，丁癸丁啊，癸癸癸啊，那么每一个山呢就是十五度啊，要在这十五度的范围内呢啊去放水。那么是不是这个塘居呢每一个塘居都符合这样的立项方式呢啊，那绝对不可能，对吧？那么有的呢就可能你是这个天马山啊不到位，对吧？那么也有可能你这个峨眉庵啊歪歪斜斜的啊，那么也有可能你还犯呢龙伤八煞，对吧？龙伤八煞啊，比如说凯龙抠兔争山猴啊，巽己前马对蛇头，对吧？艮虎离柱为煞药啊，那么这样的象呢是不可以立的。那么或者说呢我们来龙啊，或者说是来龙呢在这个病死木绝啊，病死绝啊这个方位呢来龙啊，那么也不可以立这样的象。那么又或者说你的这个龙虎煞，对吧？左单蹄右单蹄，对吧？龙虎煞，对吧？或者是左先攻右先攻啊，都不到位，对吧？不能为我所用，对吧？包括呢朝山暗山，对吧？这个库柜啊，还有这个峨眉啊，还有这个金镶玉印啊等等啊，包括这个什么三台，对吧？五逢啊，如果这些都不能为我所用，或者是主要的那么一下两下啊，比如说天马啊，还有这个坐山贵人、龙上贵人，对吧？或者说这个象上贵人啊，不为我所用，怎么办？那我们就要看其他象啊，是不是可以立？也就是说，第二个象啊，我们引出来的叫第二个象呢，叫自身象。自身象。那我们立正身象的时候呢，是往低洼方的水啊，或者是连贯灌溉的水呢，过塘以后呢，出木库啊，这个呢叫三合连珠啊。那么正身象呢叫三合连珠水啊，三合连珠啊，这个是正身象。那我们如果说不能立正身象啊，我们就要考虑呢去变它的局啊，立自身象啊。那么如果是右水啊，一就是右水倒左，如果是右水倒左出乙啊，也就是乙辰的时候呢，我们要考虑啊，看看能不能立啊，巽巳二象啊，巽巳啊，巽巳啊，那么这个呢就是自身象啊，水呢依旧出乙辰啊，水出乙啊，那么如果是右水倒左那、啊、出星那、啊那么右水倒左之巽的话啊，我们立什么象呢？啊，我们就立前亥二象啊，前亥啊。那么如果是右水倒左出丁啊，那么右水倒左出丁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考虑立空生二象啊，看看能不能立空生。那么右水倒左出癸丑啊，出癸啊，那么这个丑字呢是地支啊，不可以放水啊，只能走乙辛丁癸天干啊。那么右水倒左出癸啊，那就要立庚寅二下啊，看能不能立庚寅啊，立庚寅二下那么这种方式呢也叫借库消水啊，这种方式是借库，借库消水啊，那么也叫呢绝处逢生啊，借库消水啊，绝处逢生啊，
那么也就是说呢，生相养命。那么还有这么几种说法，那么这几种说法呢，就属于借故啊。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，一定要搞清楚啊。我们看，立的是自生相，如果你立的是巽巳二相，那么巽巳本应该呢是巳酉丑三合京局的长生，对不对？乾亥啊，亥卯未三合木局的长生，坤申啊，申巳辰三合水局的长生。那么庚寅、寅午戌三合火局的长生，对吧？我们现在看，那么这个库啊，它是乙辰，对吧？那么辰呢是水库，是不是？也那么就是巳酉丑三合京局啊，借了这个申巳辰三合水局的库啊，因此呢叫京局借水局之库，对吧？那么这个星。啊，辛戌是寅午戌三合火局的库啊，那么现在就乾亥啊，是亥卯未三合木局，是木局借呢火局的库啊，木局借火局的库啊，那么这个呢是丁未啊，亥卯未三合木局是吧？木局的库，那么现在立的是申巳辰三合水局啊，水局借呢木局的库，同理，那么癸丑巳酉丑三合京局是吧？那么现在立是庚寅、寅午戌三合火局，那么这个火局啊就借了京局的木库啊，借了他的库啊，去放一放水啊，去放水。那么这个呢，并不是我们看这个巽巳相啊，它并不是巳酉丑三合京局啊，那么这个局啊不叫巳酉丑三合京局，对吧？你从这里就可以看到。它是申巳辰三合水局的啊，那么申巳辰三合水局啊，这个相呢是巽巳相啊，意思叫借库啊，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地方呢，它不是巳酉丑三合京局啊，它是水局啊，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火局对吧？寅午戌三合火局啊，立乾亥相啊，这叫乾亥。那么叫火局的自生相，那同理的，那么你这个坤申啊，坤申呢是亥卯未三合木局，对吧？是这个是木局啊，它是木局的自生相。那么最后一个呢，就是立庚寅啊，庚寅是京局的自生相啊，巳酉丑三合京局的自生相啊，你们千万不要把这搞错了啊，说这庚寅、寅午戌三合火局。啊，那么它是巳酉丑三合京局的啊自生相啊，叫京局的自生，也就是变局啊，因为它在本局呢，明堂歪斜啊，煞不对应啊，或者是呢犯啊龙伤八煞啊，犯了黄泉水法等等啊，总之呢就不能用啊，因此呢在考虑用这个自生相。啊，那是通过呢相上来录的啊，立相上来录的那我们看一下怎么叫这个巽巳啊，我们再画一个这个天盘分针啊，这个地方呢就非常重要了啊，一定要搞清楚，壬子癸丑庚寅甲卯乙。辰戌巳、丙午丁、啊，未空申、庚酉星、戌乾亥、那么这地方呢，一定要注意啊，我们还是天盘的。上三五行啊，壬子癸丑庚寅甲卯乙辰戌巳丙午丁未，对吧？坤申庚酉辛戌乾亥啊。那我们说啊，现在是酉水倒座出乙，对吧？这个地方呢是水口，我们本来呢第一步呢我们要考虑立
生子城三河水局啊，它是水局的木库嘛。那么现在呢，因为啊各种各样啊，包括龙穴煞水啊等等呢，出现了问题啊，不能为我所用，也就是说呢不急啊。包括呢啊雷龙是吧？比如说雷龙呢在死绝啊死绝方啊，或者呢是煞啊不到位啊，比如说天马坟不能为我用，对吧？还有什么灵官啊灵官峰啊不能为我所用啊，还有这个暗山朝山啊歪歪斜斜的啊不能用，对吧？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考虑啊立巽四啊立呢巽四上啊，包括呢是生子城三河水局的自身像。那么四立巽四上呢，它那个起的长生啊是借故消水啊，那就是长生沐浴灌溉灵官地旺衰病死木绝胚养啊，所以我们看啊，他这也说呢，这个是生相养位啊，生相养位消水，对吧？那么也是借库消水啊，进去建的水军的库啊，也叫呢借库消水。那么这个绝处逢生，对吧？那么本应该呢，什么叫绝处逢生？那么本应该这个是水局的，对吧？水局是生子城三河水局，你看长生沐浴灌溉灵官地旺衰病死木绝啊，它是水局的绝位啊，是生子城三河水局的绝位，对吧？那么现在呢啊，通过呢变局啊，变为呢自由头三和金局的长生，对吧？因此呢是绝处逢生啊，叫绝处逢生啊，就这个啊叫绝处逢生啊，那么通过变局而来的啊，也叫借故消水啊。那我们要看，那么现在这个水法啊，就说这个水呢起长生呢很容易，对吧？我们还要知道啊，它里面呢还要配的龙，对吧？那么这个配龙呢一定不能按照金局去配啊，不能按金局，那它依旧呢它是水局，对吧？生子城三河水局，对吧？我们前面讲了啊，不外乎就那么四句话啊，一病交而屈虚，新人会而聚成。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城啊，就指的是水库，对吧？就是乙城嘛，城就是乙城啊，新人会而聚成啊，这些我们要知道啊。那么四句话啊，叫新人，对吧？那么人呢，就指的是水局啊，我们用的这个水，对吧？那么它配的龙呢是兴龙，对吧？那么兴从哪里起长生呢？对吧？乙，对吧？乙丁己兴，对吧？那么兴呢就要从人字起长生，对吧？兴呢就从人字起长生，啊，然后呢它是顺时针的，那这个呢就是逆时针，对吧？长生沐浴灌溉灵官地旺衰病死木绝胎阳。那么你把这个罗的这个十二长生排出来啊，有什么用呢？你当然有用，对吧？也要看这个龙的身旺啊。如果你的来龙呢在死绝之处啊，不在身旺方，那你用不成，对吧？那么什么是身旺方呢？啊，这个龙呢，这个地方的龙，对吧？长生沐浴啊，灌溉灵官地旺啊，包括呢养方，那这地方来的龙呢，就属于啊旺方来龙啊，就属于龙的身旺啊。当然，这个是指啊龙的理气方面的身旺，是吧？理气方面的身旺啊，那么就从这个空生庚酉，心绪前亥，对吧？那么壬子癸丑啊，这几个方位来的龙啊，那就属于身旺之龙。你如果龙从这个啊
如果说从各一方来啊，或者从家暴方来啊，或者呢从别有方来，那就不对，对吧？那么这外面是水啊，里面呢这个是龙，对吧？发生沐浴怪在灵怪地旺啊，还有养旺，那看龙的生旺死绝啊，看龙的生旺死绝啊，因为我们前面学了龙的理气，那一定呢，现在就要把这个带进来。如果你现在不把龙的啊生旺死绝啊，不把这个带进来的话啊，你到后面呢又搞不清楚啊，又搞不清楚。所以说，如果你立的是凶四煞啊，你的来龙呢要在这个生旺方。啊，你不可以在这些地方，是吧？这些地方来龙，那否则的话就属于龙呢，理气死绝啊。那么你外形再好啊，你这个属于形的生旺啊，还有呢理的生旺啊，一个是形啊，指的外形啊，那么还有一个理啊，就指的是理气啊，要全部要生旺啊，这样呢才能发福发贵，对吧？那我们刚才讲的说。水出乙啊，右水倒左出乙啊，那就是水要过堂嘛，对吧？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立的这个水呢是长生啊，长生沐浴怪在灵官啊地旺啊，也就是说呢，从这个旺方这个地方呢来水，对吧？来水过堂啊，过堂呢就是过这地方，对吧？过了堂以后呢，哎，从这水口走来，啊，从这水口出去。那当然，你看到这里也有水，对吧？也从这个地方出去啊，这个地方也有水。那么这个地方的水呢，没有过塘啊，不过塘的你就不管它，对吧？不过塘的，它随便哪里流，对吧？只要不过塘啊，你假如这个水呢从这里走啊，不过塘啊，不过塘你就不过塘不管。我们论的啊，就是水要过塘啊，水要过塘呢才论啊，不过塘的你就不管啊。那么有可能有很多水呢都是不过塘，对吧？他从这方来啊，从这地方来呢，转弯出去了啊。那么从这个地方来，也可能从这个地方走，对吧？那么走快走，你不管他啊，你只看呢过塘的啊，这个水就可以啊。那么现在呢，如果你立的是正生相不行，我们现在立呢是自生相。那么立了自生相的话，那就是借库消水啊，是进去借了水局的库，对吧？那我们现在看这个库的时候呢，它依旧是水局，对吧？申子辰三合水局，乙辰嘛，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看啊，看什么呢？你看你的灵官风，对吧？那么灵官在什么地方，对吧？灵官啊，这是我们看一看，长生沐浴官在灵官啊，灵官呢就在空生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如果来龙啊，那就是灵官，对吧？属于灵官龙啊，灵官龙。那么我们还要看。这个坐，对吧？如果是像是凶事的话，那么坐就是前黑啊。那么如果在坐山后面啊，有这个天马峰啊，或者其他什么山啊，对吧？那么这个呢也为吉，对吧？那么也有可能呢，就是前黑方来龙，对吧？那么前黑方来龙，对吧？那就属于什么龙啊？前黑方来龙呢，属于沐浴，那、啊、属于沐浴里面呢就是看龙啊，外面这个看水。对吧？那也就是说呢，沐浴呢，这地方呢是一个山，而不是水啊，就可以，对吧？那么再看相上，那么相上呢，它的这个贵人，对吧？凶事啊，我们说呢，凶纳星，对吧？凶纳星啊，那么六星逢马虎啊，那么赵九逢地利，我就是用的呢是庚星逢马虎，对吧？那么六星逢马虎啊，反正呢，它就是马或虎，对吧？那么马呢，马呢就是午嘛，就在这地方嘛，对吧？那么虎呢就是寅啊，就在这地方，是吧？那么看一看呢，这个地方呢是不是有山，是吧？那么是不是有啊，这个呢也有可能有啊，马山，对吧？啊，灵官峰啊，灵官呢要在灵官上有峰，对吧？灵官峰啊，那么坐山归啊，向上归。那么水口啊，就是申子辰马在寅，对吧？乙辰嘛，啊，属于水局啊。申子辰马在寅啊，看到这些地方啊，是不是也有马山啊？或者有什么秀丽的山峰啊？坐山龟，那么还有龙啊。来龙呢，你看一看是什么样的龙啊？假如呢，来龙也是呢前黑，对吧？那么前那甲，对
对吧？那么甲午各牛羊啊，就在呢丑合背，对吧？那么就在丑啊合背的地方啊，丑合背的地方那么这个呢，包括呢啊，我们上这个项上啊，项上呢有什么，对吧？有这个峨眉庵，对吧？或者呢朝山啊，有什么三台山啊，或者是有五台山，对吧？还有什么富贵，对吧？旗鼓啊，这些呢，只要有的你就考虑一下。如果没有啊，那么如果一个山包也没有，那就没有。那如果有，那么书上呢列举了很多啊，最少呢这个刹呢有60图啊，光图呢就有六十图啊，实际上呢远远不止60啊，可能有600啊。但是呢，我根据我们实践呢去看啊，它呢到底在什么方面有啊？这个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消煞，对吧？实际上呢就是消煞。那么消煞的目的就是为立项做准备啊。如果这个煞啊都到位啊，你立这个项就没有问题啊。如果煞呢，你要说全部到位也不可能啊。那么主要把这个主要的到位啊，到位那么1项、2项或者3项啊就可以。你想把60项都搞到位啊，那你一辈子也做不出来。是吧？那么做那么主要的啊，比如说周围呢有什么高大的山峰啊，非常啊丰满秀丽的山峰啊，你把这个峰呢对一对啊，看它对到哪一个方位，对吧？叫波煞啊，说这个波煞有神功波煞有神功啊。那么波煞的目的啊，就是为我所用啊，就是要为我所用啊，看看在什么地方。那么关于这个罗盘的三盘。啊，天盘对吧？人盘啊，还有地盘震震啊，那不就是错了半位嘛？错了7.5度对吧？这个呢就没有必要去增知啊，你看就可以。那么地盘震震、人盘中震啊、天盘风震啊，它都有对应的度数啊，外面呢周天360度啊，都有对应的啊。好啊，这节课呢就到这里啊，下节课我们接着讲啊，火局、木局、金局，再见。